你都准备好了？你放心，准备。哎，你聊的是干什么？一会儿要来个大网红，还多么大呀？比你大多了。我还大啊？我六十了，他七十了。不是那么大。老板好。哎，钟婷你好，这位姐。志玲的攀比人生。哇，老板你们这环境绝了呀！还不错，还不错。你们那溜吧。说什么呢你？你想干什么呀？就是别别。我这个人就是不怕比，大姨。比什么？比腿粗啊！你别说，凭比什么腿粗？不好意思，你吃点东西。你肯定赢的你。那不一定。你比点女人的东西啊！就是的呀，你看人家吃东西就只吃一点点。我想有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，想有雪白的姑娘和漆黑的窗。你干什么呀？我一马唱他就行了。这一天。